对啊，我住这个小时候。这是什么等级？Suzuki 的啊。这个是很学员好吗？对。我这边的。看一下哦，这边隔壁这栋就是 IS 的停车塔，它整栋都停车场，看一下蛮方便的哦。然后隔壁这边就商场了哦，看一下。进商场喽。哦，一楼进来就是超，这个是超市吧？哦，看一下。好，那边搞个牙线棒哦，忘了带牙线棒。多少钱？350。哦，还在这个 AUN 超商里面，卖个甜点，这就是超市啊，跟台湾很像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在二楼。要去 Uniqlo 买东西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边有这个导览哦。看一下这边是 Beach Side 出口哦，看一下，应该是风景不错，我们再看一下。是一个导览图哦，看一下。嗯，这边都有位置可以坐，就是都是免费位置可以坐。看一下，哇，这边风景不错哦。这是靠近海边的这边哦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哦，风景。这边就叫做 IIS， 好像是新的购物中心哦。哦，这边有一些餐厅嘛，我看一下。餐厅。看一下，这边有那个西装屋哦。只能说他要去看哦，应该是卖童装的，对吧？台湾没看过哦，看一下。西装屋。现在在三楼这边，我们卖一堆衣服，看一下。嗨。西装屋就是卖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哦，有一些这个什么垫子啊，一些毯子啊，那是鞋子哦。等一下，然后这是 ABC 嘛哦，台湾就有了，常看到的。啊，这也是台湾也常看到的 Jeans 眼镜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也是 ABC 嘛。这个什么？这边是打电动的，看起来。Namco， 类似那种汤姆熊的店家。哦，这个是眼科吧？哦，眼科开在购物中心里面，这也是蛮特别的。看一下，眼科。看一下哦，这边哺乳室还蛮大的，所以蛮适合带小孩子来的哦。看一下哦，买什么？马里奥的。马里奥的内裤。那圆肉大便在上面。这衣服呢？衣服什么时候穿的？
很可爱的，是39.99，大概才100块，很便宜。时光太久了啊，是啊，那我去结账喽。结账。啊？对，差不多500，说2640几单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看一下这一堆尿布台哦。是康比的尿布台，而且这边还有热水。要不要尿尿？哎呀，我们就出来这边，这边是 beach side 哦，这边有看得到海哦，可以看风景哦，这边座位都免费。看一下哦，风景不错哦。哦，这风景很好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喂，哇，一个高，把我吓一跳，看一下，风景不错，过去啊，来，看一下哦，这边就是它的招牌哦 ，IIS 哦，看一下。看一下风景真的不错。这个 loft 的应该是卖一些杂货的哦。啊，舍不得过去，累。所以要看。史努比。看一下，我们来到一楼这边，找东西吃哦。这边应该类似美食街这种地方吧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要吃什么？这个是牛排吧？我看一下。这边，对，这边很多吃的哦。你也是三块的吗？对。好。看一下，我们在吃这个哦。那是个定时哦。那你下次记得要。好。贩卖机啊。不然就只能去那个 AON 里面买，对啊。来看一下这个猪排饭，他说三块肉就是剩大块哦，这肉还蛮多的，我看一下。哎哎，圆圆，我手机突然被你打翻。那舌头也是这个，我看一下。手头拍，看一下价格，总共是3080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吃得饱的，很饱好不好？早餐是吃得饱，然后就聊着卤，要卤了，那帮我用拍的好了。好，看一下旁边就是吃什么，叫做青腹，应该是海产的，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哦，这是什么悟空饭店哦，我给你拍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鸟之卵，应该是那种鸡肉哦，看一下。那种蛋哦，亲子冻，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中华什么面？对啊，我们刚刚是吃这家哦，看一下炸猪排。看一下哦，就在这边吃饭哦，就
就是 IS 一楼的美食区哦，有很多座位哦，坐。看一下，然后这边是一间牛排哦 ，OK Steak 哦，看一下它的价格。看一下价格，看一下这个是卖冰的吧？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价格。哦，这也是卖冰的吧？看一下，我都卖完了。看一下，卖盐冰淇淋。这边是卖，这边是卖，这也是肉的哦，看一下。然后这也是冰淇淋哦，看一下 ，Momo。好，看一下哦，我现在在，现在要去波上宫哦，还在开车哦。这边就是右驾哦。看一下哦，我现在跟着对方开车哦，还在看。看一下哦，要走，赶紧看一下。我现在这应该这边应该算是那霸市区了。我们要去国上国上宫，看一下，看下这边的街道。景色最，看一下我们停这个停车场哦。哎，走啊！你在停车场，我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这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类似庙的地方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去波上宫，挺好吃。我们现在走上去哦，看一下。旁边这个是护国寺，我上走上去哦。厕所。看一下，我要到波上宫，我看一下，拍个照。看一下哦，有石头哎。馒头玩石头。看一下，那边是洗那个手头，它现在好像没有开放。看一下，现在没开放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哦，一个是交通安全的，等一下就可以贴车上。是哦。还有一个是小书包给演员。那是小书包。学艺。哦。是两个1300是吗？对，两个1300。哦，你看，看一下。这样不贵哦，这样一个，这样一个带500日元。哦。500大概就才100块。嗯。吧，然后。这个是800，也是大概100多。你看，有人这样玩到脏脏的，在地上那边玩沙子，哎，鞋子也脏掉了。不要玩这样子啊！哎，你在干嘛？好好不行，脏脏哎。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波上宫哦。
44吧？哎，应该没那么贵吧？80，乘以0.2啊，80啊。乘以0.2，将近80哦。对啊。贵。才来没多久，好吧？那我拿我的钱。赶快，没有啊，用我的就好了。你有零钱吗？用我的就好了。你有多少零钱？我有的零钱有点多，因为今天我买了一些东西都有找钱，400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玉泉洞哦。还在路上哦。哦，不用拍哦。看一下哦，又拍了。